位听众，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民报南部的特派员陈俊廷吼。嚯、哦，咱今仔日吼，这个要专工吼，都当着一个我民报吼，嘛是吼做副总主笔的人呢吼、哦。啊，都专工吼，伊在南部吼来遮巡视啦。哦，本来是要写社论的人呢吼，啊，结果吼，即嘛吼，伊也是我中部的特派员呢吼。啊，这吼、哦、叫做王伯仁啦吼。啊，讲王伯仁吼、哦，你嘛干嘛讲吼？伫南部较少人听。你若走过省议会吼、哦，过去吼、哦，台湾省政府因为阿袂精神时阵吼、哦，啊，就讲着省议会吼、哦，王伯仁吼、哦，连林晓峰教授吼、哦，拢起来爱。起来敬礼的，我唔讲敬礼啊，开玩笑，就是讲吼，伊通人拢捌的人呐、啊。啊，今仔吼做专工要来高雄的吼，啊，都拖长着，所以我专工吼来邀请伊来咱民报之声来，含大家开讲现场 live 哦哈。啊，伊吼一本册，我叫一个省政记者吼，其实伊是这省政的大人物，做中边的人啊嘞吼。啊，叫伊个省政记者的一个回忆录吼，叫伊招贵兴议会吼。啊，足济啦，包括咱即马吼。咱的好朋友在云雅哦，跟马凤弟来对了哦，哎，过去哦，拢嘛是中也好朋友啊，个这曹启宏啊，丁丁然后啊，所以哦，这個、王伯仁的专刚来，所以哦，我都哎，我登了我的民报的这個。诶，南部特派访问南部中派，中部特派啊，其实我讲讲伊中部特派想谁，中边的格调的人呢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像刚来问这个含大家语谈啊，闲聊吼、哦，啊，闲话家常，佮他们拉两淡薄啊，诶，王特派你好。啊，各位听众哈，大家好，今日有这个机会大家哈，啊，这个高雄哈，含大家啊，伫空中相会哈，感觉足欢喜的。啊，我真少来高雄，但是啊，我读大学的时阵是读台南的成功大学，所以对南部的天气啊，真有感觉哈，啊嘛足爱南部的安尼哈。啊，其实啊，我和高雄市长国际啊哈。嘿，我那二十几岁就熟识啦，捌加进就四十年啊咧，哈啊，一个范信丽小姐吼，啊，咱咧露露啊，教育局长哈、啊，我嘛是少年时阵吼，啊，就开始做伙哈、啊，为台湾民主咧拍拼哈，啊，今日拄啊有这个机会，拄到俊廷特派员吼，啊，伊讲要和我开讲，我讲好，安尼欢迎啊，啊，虽然我伫高雄可能无啥人捌我，啊，才一家。哦，我去招生议会时阵是，伊担任养老馆长的时阵，我就入去啊，吼、哦，伊阵第五届我阿伯，第六届的时阵啊，我就伫遐，伊咧选干位选个考，就伫我面前哈，由清当选的时阵选个考，哦，这個、故事咱慢慢再去讲哈。听众朋友啊，听着安尼有感觉吼、哦，这真正老前辈无啊吼，这老前辈呢，老前辈哦，今专工来吼、哦，我是讲，哎，我有听过讲吼、哦，旧年啊吼、哦，啊，就有一个省政议会吼、哦，拢传一本册，哇、哦，一本册就是这个王伯仁吼、哦，伊写的啦吼、哦，啊，我请伊来甲大家吼、哦，现场啊，大家讲伊写一本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这本册。免啦吼，诶内容吼、哦，伫空中吼、哦，咱这虽然是区域性的电台，毋过吼，这根本全国性，大家人拢知影的电台，因为这民报力伤大咧，用伫网络咧转咧，弄到这民报之声哦，变全国皆知。哦，我无讲伊讲哦，包括台中市啦，啊，这个基隆、台东，拢较来讲，买对听 FM 89.7，无要看民报的。民报内底，我内容都会甲写咧，然后，哎、欸，啊，王特派，王总编辑，然后，哎、欸，你甲大家介绍你写一本册者。就拍完啦。我今日来高雄哦，我来讲一本册，大家听众朋友哦，敢会袂误会讲我是来咧卖册打书的吗？本来都打书啊。啊，唔哈，我一本册哦。老实讲吼，唔是我咧操蛋的啦吼，因为我伫台湾省议会、台湾省政府拢总啊，走23年的新闻，这伫台湾哦，老实讲吼，
我的头前无一款人，我的后边嘛无一款人，因为都动性啊嘛，那有我底下招新闻呢吼。宋祖鲁敢换的对啦。我伫招新议会新闻，其实我为谢东明先生吼啊做新议长的时阵开始招，招甲宋祖鲁这個、动性拢总招23年。我就动，既然动性啊，有省议会、省政府，走到无省议会、无省政府，我想讲啊，安尼应该嘛是爱走啊啦，所以啊，我就提前退休啊，啊，提前退休。不过哈、啊，因为尾啊休困几十年哈、啊，在伫这个民保这个董事长啊，我的好朋友啊，熟识40多年的陈永雄医师啊。我阵读上大一，读高一啊，阮伫大学时阵就是好朋友啊。啊，在伊个姑母，俺个俺伊幼出来哈，幼出来伫民部咧拼老命啊吼，啊无法度啊拄到即款吼啊，即个吼老朋友啊咧办民部啊，我即款40多年的老朋友无甲斗差吼，啊一心不忍呐吼，啊所以哈。好啦，啊，正常就拜完既然安尼讲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吼。我下一本册吼啊，叫做《看千帆过尽》哈，跨千帆哈，船啊哈，过尽啦哈。表示讲，我伫省议会、省政府，老实讲，跨过几啊百咱台湾知名的政治人物，吼，省主席也好吼。听处长也好，省议员也好，哦，咱以前高雄市遐省议员我拢真熟，哦，5位省议员丢手我开，哈、哦，遐我拢真熟，苏顺国，哦，啊个朱化成，哦，啊个一个到尾啊当来做副议长，哦，啊5位哈、哦，我拢真熟，迄阵阿袂升级县遐市的时阵。啊！啊！到尾啊，升级县遐市有一个笑话啊！啊，因选无选民呢，哈、啊，因继续咧做省议员，但是台高雄市就变做县遐市啊！因选底下选无选民，足尴尬的，这是一个真大的笑话哈！啊，伊本册啊，内面啊，我以这个省议会和省议省政府啊，为我家己采访的经验。啊是有一寡报纸无刊呢，我迄阵是中国时报的特派记者啦吼，前啊拢总走20多年啦吼，所以这是老实讲是破纪录啦吼，啊我才有法度写出这个物件，因为一般的记者底下走是2-3年，啊2-3年要安怎写一本回忆录咧，无法度嘛吼。啊，所以我拄啊因缘际会哈，拄啊有这个机会啊，啊底下啊嘛唔知啊，那也去走20多年，家己嘛唔知啊，啊我一生哦，青春都奉献底下啦哈，啊这册苗哎，啊这本册果是咱高雄一个叫做巨流出版社吼、哦、出版的，这个出版社啊，大部分拢是出版这个大学啊。社会类的教科书出名的，伊毋是一般的出版社。我伫听因大学生讲，哇，阮即个社会科的即个教科书、参考书真侪拢是巨流出版社的。哦，啊，实在讲小可无采啦。哦，啊，即个内容哦，我是感觉吼、哦、啊真好。才讲我最近啦、啊，吼、哦、啊有上几啊。啊，几啊本吼，包括去年啊，去年出版的时阵有送哦，李登辉前总统啦吼，潘美敏先生啊，上金，我就是送哦，这个杨黄美信啊，律师哈，伊打电话来讲，哦，我来这本有这款物件，伊拢唔知啊呢啦吼，伊讲这真珍贵的台湾的这个资料啊呢吼，啊，我想讲这本册是安尼啦。啊、哦，叫好不叫座啦，因为我未晓宣传啊，这个出版社嘛未晓搞宣传，啊，咱嘛未晓讲，啊，未安怎讲，啊，就是讲，那知影的人讲真好啦，啊，那唔知影的哦，我跟你讲啦，即卖少年人哦，
未啥晓知影这个报啦，啊嘛未去买这款车啦，哦，因为因都根本我唔知影台湾省油是啥物东西啊，伊无去啊，我啊，我以前退休几十年拢无爱写，你知无？啊，就是单用有遗书啊，哦，啊个一挂神拜啊，哦。啊，包括以前自由时报的副总编、副社长余国基先生啦，康林祥先生、康林祥先生啦，哦，伊拢甲我鼓励。伊讲哦，陈永兴讲，你若不写，啥物人要写安尼啦？都无去啊啦，这段都无去啊啦。我想想，哈、啊，有影啦，较苦的吼，古提笔啦，唔是用笔咯，可怜咯，用电脑底下自己自己底下啊底下敲一敲安尼哦，敲两年咯、喔，两年哦、喔，一本册才完成安尼吼，实在有够辛苦的，但是留落来吼，也是一个我感觉吼，台湾已经无第二本的一个记录吼，啊，台湾管理省议会、省政府吼，拢有上进。不是真完整，但是是第一手哦，啊，差不多啊，别人拢无的一个资料哦。譬如讲哦，省议会，我为省议参议会开始写，迄阵我是还未出世啦哈、哦。不过我为林献堂开始写哦，啊，是啊，啊，大家敢知啊？啊，在日本时代啊。甲日本政府啊，啊，请愿讲我设立台湾的这个家己的议会，就是林献堂先生啊，这个带头来请愿呢，哦，文化协会，哦，啊，请愿几十届呢，哦，这台湾争取民主啊，一个神拜，哦，啊，台湾上出名的，结果，哦。国民政府来个这个二战啊结束以后，哦，单于啊来代表什么啊联军来接收，哦，啊设立这个啊管事议会，啊不参议会过来间接选这个省参议会，哦，林献堂先生嘛是其中一个啦，伊是这个台中区的哈。啊，伊嘛，迄阵参议员才三十个尔啦。啊，郭国基先生啊，啊嘛是尾啊，我那有后补去哩吼，嘛是参议员吼。啊，伫这个啊，迄阵是台北南海路哦，即嘛二国立二八纪念馆成立的。哦，你即嘛去记个遮清楚、啊。哎呀，根本就是爱去叫你爱去加写淡薄。哎呀，我讲你听啦吼。哦啊，林献堂先生哦，咱讲台湾，人外国人有讲咱台湾第一公民呢，有一个外国人甲俄罗斯台湾第一公民呐、啊嗯。但是伊做参议员成立的时候，大家讲，这议长一定是林献堂先生嘛，哦，全岛拢安尼讲，真奇怪哦。第一，这个选举的成立的前一天啊。伊说被诶，不选举迄天啊，成立迄天啊，五月二十啊，1946年哈，五月二十迄天。我天哪，我可能会跟着这些。哎呀，我未无遐老啦，我无遐老啦哈。不是，你面当作老啊。我来过新年啊，百外岁啊你啊，伊百外岁啊。哦，迄内面故事拢有交代，走到尾啊去日本，唔爱回来。哦，真经过派偌济人去啊，请都袂转来呢。哦，老死伫日本呢，这有故事。伊做参议员，哦，上礼拜讲，被遐讲我身体无好啦，大家卖选我啦。哦，拜托个，大家卖选我。全省这参议员怎调惊着我？是啊，什么代志呢？啊，大家嘛讲众望所归，吼、哦。台湾议会吼，这个是好难得吼来成立吧吼，因为日本时代就一直争取，啊，这么成立吧，啊，议长是当然你是吼、哦、台湾上有名望的人，应该来你来做议长啊，有苦难言呐、啊，因为这个单于啊，
要黄条琴做，半山黄条琴做啦，所以该恐吓啦，该刁难啦，该迄落啦，爱想想会讲啊，安尼无意思啦，哦，伊昨伫冬日要选成立大会，要选议长的时阵，变甲讲拜托诶，大家卖生活，我身体无好，吼、哦。啊，大家啊，所以黄朝琴这个半山的啊，就当选参议会议长，哦，变作台湾人，这上有权力的人。这林彦堂先生，哦，爱是一个温州的，哎呦，发现这个参议会哦，所以说无什么路用啦，干哪有建议权呐、啊，无这个议决权呐、啊，就是那抓国的红啊共款。伊讲爱即款参议会有啥物路用呢？对无？啊，这恁哪才吼？到肥火车是尾啊，过国机讲的吼。到肥火车吼，伊无讲啦吼，里面同意思是讲啊，这无实际这作用嘛，这唔是阮咩爱参议会嘛，所以做三个月参议员的时机呢，啊？这可能足侪人都唔知啊！林彦堂先生做三个月参议员就失职啦，吼、哦，全无愿做啦，失职啦，吼、哦。到尾啊，这个无偌久，过一年外就发生228事件啊！这个1947年哈、哦，2月27，吼、哦、啊，发生这个所谓228事件，归国机嘛，掠去啊！这个参议员，这个台北的王天丁，哦，啊，到尾啊，林日高，哦，这种掠去台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迄阵到尾啊，总统啊，这个严家淦哈，迄、啊、阵做财政厅长、财政处长啦，拄啊去台东参加这个中华银行啊改组的大会。啊！都发生这个事件啊！爱怎立起林献堂的林家花会园啊？林献堂甲这个暗号啊！这个有一挂哈，一挂人民讲哦，人家干哦，伊就怎去为这个林家，你知无？啊！林献堂甲坑了，哎呀，你们人一个财政的伊路哈，伊甲保护起来啊，所以人家干。才脱离着这个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生命的危险，哦，啊，林献堂才请车连累个送登去台北，哦，啊，虽然啊，林献堂无受着这个啊，这个直接的牵连，但是伊就心灰意冷，啊，这个中央的台湾呐、啊，到尾啊，蒋介石啊，吼，派这个中央的台湾来咧安抚，来咧调查有诶无，林献堂先生啊，伊阵。在野嘛，伊嘛无做议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原来讲，我、啊、这个，台湾长官公署，就那日本的总统府共款啊，真专制，伊讲这个爱废掉啦，全中国嘛无这个物件是安怎的，敢那伫台湾的实施，哦，伊讲这個爱废掉，第二单伊爱换人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中央小可有听到，无偌久。哦，这个台湾长官公署就撤销，改做台湾省政府啊，派这个韦道明啊，啊，外交部长来做第一任的省台湾省主席。哦，啊，讲到这吼、哦，讲省主席吼、哦，有个人讲是不是咧主本省主席或者省主席安尼啦？其实不是，因为省政府吼、哦、是即马省主席或者委员制，哦。啊，中央派的委员吼、哦，啊，佮派一个人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，所以做省主席安尼啦吼，唔、哦、是省主席啦吼、哦。啊，中央是安怎啊？拢几十年拢用行政命令来咧经营这个哦省议会哦选举运作。哦，啊，这省议会实在是一个摆卡的省议会啦，根本就是无虾米立法权嘛。哦，啊，干那当因啦安尼，啊，国民党长期控制嘛。哦，买票有诶无诶，咱大家拢知影哈。哦，我伫其中内面有诶无诶哈，扛啊胖诶哈，我真伫遐二十几年吼、哦，
大部分拢知影啦。老实讲，伫第六届以前的省议会，就是国民党吼、哦、一家独占啦。哦，话当就当啦，话塞就塞啦。只是第六届以后，拢用用总十几个真正的党外，哦，入去以后才发生大变化。啊，伫第六届嘛，才发生这个高雄美丽岛事件，迄就是用省议会做这个主体所发动的。迄阵的党外，哦，这些人拢伫省议会咧出入，哦。林义雄先生、张俊宏先生，这两个省议员做主体，啊，姚嘉文啦、啊、徐明德啦、啊，吼，啊，大家吼，啊，才讲哦，柯连辉啦，吼，啊，真济人拢以省议会做这个核心啦、啊，哦，来咧运作，来咧推动这个吼，啊，伫这个选举啊，立法委员补选、国大补选，嘛是省议会组一个这个助选团，吼、哦，真认真。啊，但是哦，选举前一礼拜，这个拖到美国的这个拖到总统啊，卡特啊，花生总统啊，哦，煞甲你宣布讲嘿，讲什么中美建交啦，咱讲哦，做中美断交，伊讲哦，做中美建交啦。哇！这选举停止的要求啊，啊，这规棚还要了哈，精神真好，精神啊，这停止选举哦，啊，这一年以后才发生这个美丽岛事件哦，啊，整个咱这民主运动才受到真大的打击啊、哦，但是第无偌久第七届这个辩护美丽岛辩护律师。这旁苏贞昌啊，这旁佫接入哦，再佫进一步哦，佫继续延续这个行会哦，民主行会哦，这我拢有记载真清楚。其实省议会上精彩是为第七届开始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省政府啊，都动用哦，派省主席、派关系啊，规个拢一落来呢啊。隆重的拢一派啊，派啊真欢喜啊！哦，啊，即马在台北市早就先加做议员市啊，因为市长也一派啊，啊，高雄市嘛是啊，这算嘛是市长一派也免选啦，啊，愈派愈唔是款呢，啊，苏贞昌因才开始抗议，哦，之后尾啊第七届发生一个十四个省议员辞职事件。哦，这里惊一个吼、哦，国民党惊一个，脚尾拢冷去吼，到尾才有修宪，哦，才这个定一个法律，哦，省政府、省议会有一个法律根据，哦，再来选举，无想到讲，用法律选举第十届选一个，哇，台湾小说喊选两个比中央较大声，哈哈，两个政府，两级政府，两个煞变大，你知道啊？啊，有咩台湾省较大呢？宋楚瑜咧做的时阵，钱会当用的钱煞比中央较侪呢。哇，你等于讲安尼唔是安尼袂用的吼、哦。啊，原来省级侪倒是讲伤大、伤侪级啦。哦，所以开始整省，引起宋楚瑜的大反弹哈。啊，伊嘛心内知影讲，啊，台湾即款遮细粒啊，省级政府实在是伤侪，但是伊就安尼讲。啊！你想啦，买等我哦，下做做的哈、哦，下任哦，啊！你再来晋升，啊！电话呢？第一个做兄弟，你就给他敬你啊！啊！做个假送你半道，晋升的时候让你定位啊！啊！这个说避免呐哈，那情同父子啊，两个说避免呐，种下这个哈。哦啊，这个200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变局，哦，啊，这个我内面啊，伊是安怎避孕，啊，伊是安怎经营，哦，你等于啊，所每伊讲提公家的钱去帮装，迄个事实拢有影啦，要五毛给一块啊，这安怎做，我拢内面写甲真清楚，哦，啊，简单介绍我的本册，吼、哦，啊，市民。倒是讲，真歹买啦！啊，做合办出版社的哈、哦，啊，出版的
可能爱伫即个网络啦，还是啥物吼啊？迄落买吼才有啦，就看千帆过尽啦。啊，大家若无去验，啊买来看有趣味。吼啊，但是我今仔日毋是来卖车哦，啊拜托个，哦啊，即本有历史价值，吼、啊，大家若有趣味，拜托个，啊去看卖，好无？听众朋友啊。这有精彩无啦吼、哦！我来讲吼，这真正吼、哦，你来看吼、哦，那《民报》来的人才济济的，听这王伯仁哦，那一个活的历史啦。不怪吼、哦，这哪里讲吼，这李小峰今晚外强哦，李小峰听着王伯仁哦，马上开起来呢，讲这真正哦，真正咱记者来的一级棒的啦吼、哦。所以这《民报》来的吼，才讲人才济济哦，这熟悉的代志哦，来的嘛，李小峰个作序呢，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后一段吼、哦，根本都叫伊来开讲一下，先让伊早走嘞吼、哦。啊，咱等下吼、哦，后一段叫伊个大家开讲一下，然、哦、后好，等下。各位听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《民报》南部的特派员陈俊廷，然、哦、后啊，当然听那些王伯仁大哥吼、哦，叫伊大哥吼、哦，实在更该叫大叔啦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这种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在讲的精彩的内容哦，你看吼、哦。即嘛，什么人有法度讲林献堂讲啊只精彩？无啊啦，那有什么人会晓都讲林献堂？林献堂是什么人嘛？吼，各问各无人了解，人家讲林家花园，大家拢了解。哦啊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即有一寡吼、哦、足重要历史的典故吼、哦，伫这本册内底吼，拢虽然讲吼、哦，伊唔是来打书啦，啊，但是哦，伊这册吼、哦，会使来讲吼、哦，是节度足者审议会足者精华。哦，而、啊、且精华内底哦，人家云雅拢讲赞，哦，因为我冇甲云雅讲过哦，啊，所以哦，这新议会内底哦，会使讲哦，什么一挂五龙一凤啦、啊，是过去的历史啊，但是哦，唔是讲历史尔，伊今嘛嘛是咱这个时代的配合呢，伊嘛去参与太阳花的，我伫民报的时候，我嘛开始伫遐咧写专栏，所以大家哦，你看民报，你有看到王伯仁哦。迄就是阮这民报的副总主编啦，啊嘛是阮民报中部的这特派员。啊，讲特派员其实哦，我一直咧强调，就是讲哦，中部吼、哦，伊是在地啦吼，啊，所以伫中部吼、哦，伊的一挂政治吼、哦，诶一挂阅历啦吼、哦，已经会使足深啦吼、哦。啊，今仔哦，足欢迎伊来甲大家开讲啦吼、哦。啊，即嘛有个王伯仁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咱的中部吼、哦、的特派吼、哦。啊，民报的副总主笔吼，啊，大家开要爱记住吼、哦，伫民报爱定定上网看了王伯仁下来的，今麦你讲的这些人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王大哥你好啊，王大哥，好你好啊，咱阁继续开讲吧，因为哦，我是咧想讲，动性哦是这个1998年哈、哦，民国87年动性哈。哦这个新政府、新议会就走啊，走入这个历史了哈，就结束了啦哈。啊，到尾啊，所谓的新政府拢假的啦哈。迄都诶，本来是20几万人的新政府，起码剩80几个，佮包括一个哈，引起真大争议的郭冠英呢，迄个啊，卖讲想清楚哈，啊，实在是哈。啊！即嘛吼，动性已经几年啊？你知无？1998甲进已经17年啊。所以即嘛呐，20多岁大学生吼、哦，可能唔知影是虾米是省政府，虾米叫做省议会，可能唔知影哦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段历史怎以后怎写不起？所以我去。当时啊，提出精神过来写这本册，就是陈永兴这个院长咧讲的，讲啊，你唔写，什么人要写安尼啦吼？这句话甲提醒着，甲刺激着啊，有影讲，我若无写这段历史，这代志拢变做烟灰啦，拢飞去啊啦吼。抓地的速消息的哈，下是台湾的速的消息的哈啊，拢无去啊。出呢是啥物？出呢是官方的记录啊，官方的记录咁正确，真变咧，比我这本吼、哦、较无正确啦。老实讲啊，我这有
有八分正确哦，官方的看有看有五分正确无？老实讲啊，唔是我咧操蛋的啦吼，所以啊，大家啊，我为社东面吼，我念给恁听吼，社东面啊。到尾啊，伊就台湾人第一个做省主席的嘛，哈啊，以前拢诶，伊个头前三个拢上将呢，啊，唔记得哦，伊三个拢上将，过来再换伊，伊就是蒋经国吼，啊，蒋经国个是阮阿妈吼，这个北京话讲了袂准哦，讲蒋经国吼，啊，迄阵为着要哦。安抚这个台湾人、哦、所以个提拔啊，社东面、哦、啊做这个省主席安尼吼啊，尾啊，佮提拔伊做副总统吼、哦、啊啊，这个咱南部有一个真出名，就是屏东的省议员吼，伊、哦、阵第五届时阵，我那国民党的精英呢，哦，胡仁辉先生啊，哦，咱联络诶。那才是联络的人吼，的乡长的款哦啊啊！伊从第五届含柯信良拢国民党员啊，但是是安怎伊第六届变做党外嘞？这有一个故事啦。伊就是社东面咧做省主席的时阵咯，去接到汪兴南这个炸弹、包裹炸弹去炸动手啊！吼、哦、啊！这个柯仁辉啊！啊、议员啊，伊伫国民党算讲较敢讲话的人啊，哦，爱到尾啊，有一届等这个社东面阁倒来上班的时阵，伊又问讲啊，社主席啊，啊奇怪呢，啊人普通省主席吼、哦，这个大官哈、啊，啊拢无咧家己吼，啊闹人咧家己咧拆包裹安尼啦，哦。啊，是安怎哩？省主席来去家己拆包裹吼，煞去用炸动手骨啦呢吼？你是什么原因？你家己咧拆安尼啦？啊，这当然是问了我那有道理啦吼。但是听伫这个社东面咧，健康实在是真个小啦。你家安尼问意思我诶、欸，啊，意思我真爱吼。哦修理啊，是啥物物件安尼吼？伊足生气，心内足生气的。到尾啊，甲省东部、中央东部投讲即个人，哈、啊，后届一定袂用阁甲提名。所以第六届的时阵呐、啊，表现真好，柯仁辉先生无得到国民党的提名，伊怎样无党籍的身份呐，出来竞选？啊嘛是股票，佮当选，啊所以变做无当着的，哦。但是啊，因为做人真实在啊，敢讲话啊，我听伊讲啊，这个蒋经国啊，啊真欣赏伊。伫美丽岛事件发生以后，胡仁辉嘛是去有敬重的掠去呢。听伊讲，佮做冰块，哦，佮掠去行啊，做冰块。啊，到尾也是蒋经国知影吼，讲、哦、这个人，伊书法都捌去听伊听发表政见，啊，对伊有了解吼。蒋、哦、经国怎叫人讲甲放出来安尼？哦，所以古人你做兵块这件代志吼，我捌甲问伊是无回答啦吼、哦，但是应该是有影啦吼、哦。啊，伊都我那后聊去几啊天才放出来。啊，加在吼，蒋经国对伊有所了解啊，所以给放出来。啊，别个人就较冤枉啊，蒋经国就无这个缘呐、啊，啊是蒋经国无了解啊，所以我才讲林义雄先生说发生二二八事件啦，哇，要的拢抓去判刑啊，判遐重啊，啊这。在蒋经国的历史定位来讲，啊，并无真好啦。老实讲，哦，啊，但是这个美丽岛事件，咱高雄美丽岛事件，改写咱台湾政治的命运啊，政治的方向，你知无？虽然一时的牺牲，遐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遐济家庭，遐济迄落，但是这个唤醒咱台湾人的意识，的了解，东啊，岛内外。台湾来台湾海外
大家讲哦，原来是安尼，以前足济人因为美丽岛事件才觉醒呢。台湾的民主才有今仔日的这个局面呢。啊，那迄阵无发生可能啊，也阁真拖嘞。哦，啊那才讲哦，古人啊无发生这个三一八太阳啊花学运呐。啊，个国民党冲过的时阵呐，啊，咱嘛今仔日无这个面对这个九合一的这个啊大胜利啦，吼、哦，啊嘛无今仔日蔡英文要选总统的这个啊这个局啊这个气势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有真大的希望会当赢着，啊，做一个大改革，做一个转型正义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念讲六个省主席啦，吼，谢东敏啦，过来林友港啊，哦，林友港的故事我写真济啦，吼，但是伊老实讲，伊是一个行政的干才，吼、哦，真好做代志，但是吼、哦，伊的心态吼，啊，真挖国民党吼，唔、哦、敢讲真话，吼、哦，啊，讲到戒严，那个甲你讲一句讲诶。戒严，敢那实施3%尔，啊，大家都念咧戆去哈，啊，你林啊江北啊，迄阵通人知，啊，你敢讲戒严实施3%尔，这大家哪会用接受？所以康良雄先生伫为我写写序的时阵，你讲诶，啊，这句话伤到台湾人的心，伤了足重的呢。戒严就是戒严嘛，后尾是3%的，是要哪算？吼、哦！啊，你林文港哦，虽然伊真好做代志，啊嘛替台湾人民、农民，尤其是农民，争取足济物件。但是你吼、哦，那咧讲这吼、哦，然后讲个543的，在即思想方面哦，伊就不如李登辉的民主，你知无？哦，啊，过来第三任就李登辉，啊，李登辉哦，本来是要来做省，伫要接谢东敏做省主席啦，啊，其实歹势伊咧口才较歹，啊，人家讲哇，省议会66年底吼、哦，民国66年底入去一批哦，虎爸爸兵哦，啊，真好讲话啊，当话啊，这李登辉气挡袂掉啦。哦，来叫林永刚哦，这个会三会四的嘴，较好讲话去。哦，蒋经国首先有影咧，要求十四个省议员咧，大家都真好讲话吼、哦。啊，伊就全派林永刚来啊，李登辉永远说无去哦。啊，伊在台北市长安尼吼，当然因两个煞有心结啦吼、哦，啊，叫一量心结啦吼、哦，啊。所以到尾啊，李文刚啊，是安怎离开省主席？因为啊，伊去日本啊，访问的时阵啊，日本的媒体啊，甲写讲，迄台湾的总督吼、哦，来啊咧啦，吼，不得了，啊、哦，真注重伊的这个台湾省主席。以前哦，咧做省主席，老实讲啊，孙林全权哦，诶，院长啊，无看伫眼内呢。伊是直接对政府全国啊，总统负责的呢。有一届啊，我问伊啊，讲你个基层建设一百亿真大钱啊，哦，因为迄阵中央拢注重什么十大建设啦，钱拢摕去开大条的啦，哦，啊民间哦，足可怜的啦，连路灯也无啦，连排水沟也无啦，啥拢无啦。啊！李文刚去啊，政府全国讨一条100亿的基层建设，这对地方哦，实在有真大的贡献啦。啊，无啊无路灯啦，啊无排水啦，哦啊，臭水沟啊是四月老啦，哈、哦、啊、哦，这有真大个。我讲请教主席啦，啊，这条你敢那无那孙院长唔知啊安尼啦？伊讲哦，伊原来真坦白啦，伊讲啊，该讲闹好啊，安尼啦，哈哈哈！安尼大家听有无？该讲闹好啦，哦，表示直达天庭啦，哈、哦。但是普通时哦，你会用你咧啊，古来吼、哦，蒋经国看到日本媒体安尼个报道，哇，煞变做功高震主呢，啊，想哇，你咧上大位咧，
以后吼，所以徛伫我头，嘿，万一去哦，你趁落去都害安尼。早雄雄家安尼哦，明升暗降调来进部长，人民刚听到这撮哭出来，真唔甘愿。伫这个熟悉，这个新北的这个。这个同事在伊啊流目屎，是安怎流目屎嘞？伊真唔敢话，伊讲要调我可以啊。哦，我真啊，这大家真是，你嘛想做爱我做行政副长啊？你甲调起来政部是杠精咩？哈，迄实在是有影杠精啊！那有人想做先要做内政部长，要笑死人！迄吴炳雄。做什么代表市长，做内政部长，去做代表市长，搁倒来做内政部长，啊、哦，还敢无相关啊呢？内政部长是啥物东西啊？哦，啊，才讲哦，啊，你电话接到，伊和林文刚就心结，哦，上好卖讲林文刚还无讲到哦，啊，伊心内就无欢喜安尼啊，吼，哦，伊会变面哦，哦，啊，但是你电话靠有这个民主思想。这个眼光较宽，哦，所以譬如讲，咱转向爱绿化，以前哦，开公路无咧种树啊啦，啊，路会行哩就好啊，啊，足歹，台湾有够歹，建筑也无咧种树啊，哦，伊就下联讲吼，爱绿化、美化哈，即咱即嘛归台湾哈，差不多四季啦，拢有树啊啥哈，哦，啊，这个。不是说问题哦，以前就讲，多一个管市长、乡镇长来，遐好好处理这个不是说问题，就是站的乡市管市乡镇长，这熟悉的，以前迄不是说发生大问题啊，啊，为安尼堆积如山臭噶吼，哎，好啊，干咩啊？啊，搁这个水源，我以前就讲哦，咱台湾吼，这个水的吼，水稻吼。伊是农业专家，伊讲这个水稻用水伤多啦，七成的水去哦，滴哇用去呢。伊讲这爱好好转型啦，啊，那无台湾的水资源吼，啊，会发生问题。你看，哦，几十年前讲的话，今嘛弄得实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搁一个市低迄阵拄啊拄着，伊到尾也去做副总统，还是总统的时阵哦。发生一个低压口蹄疫有无？调节啊，低压调节啊，伊怎做一个决策讲？咱台湾低压吼会污染，吼、哦、对环境的污染真大，吼、哦、咱台湾就是自给自足，家己有够食就好，唔好讲饲猪污染，这个卖予日本，吼、哦、安尼就是用咱的污染去换钱。迄个无需要台湾的外汇就遐济，哇、哦！你伊安尼是对，啊无以前拢外销日本，啊日本人哦，家己煞无爱饲猪啦，煞要食台湾猪啦，啊污染哦，咱南部的老实讲，河川哦，去哦这饲猪的吼、哦，污染足大的啦，哦啊即嘛哦，以前饲猪是伫厝的饲两三只，还较无要紧的，会用熬这个有机肥咧。哦，为虾米污染呢？即个变作企业养猪呢？即个是大企业家哦，一届哦，几千只、几万只呢？即唔是一般的农民呢？啊，民工啊，即农民哦，爱照顾者，我无赞成，我嘛无赞成。哦，所以我有写过一篇讲啊，反对鸡农民啦、啊，这个用污染来好大家付出这个代价哦。这正经爱警告就好警告，哦，对不？啊，你猪肉嘛，猪肉你先贵，我就给你警告猪肉是吧？哦，按道理，哦，袂用讲啊无限的迄落吼，啊，过来吼，就区创员啊接啊，区创员是行政院副院长，什么？迄阵拄啊，这个什么人破病啊？孙运前做院长，拄啊向荣破病，爱代理院长。啊，伊嘛差一输啊，啊，就升院长安尼啦，啊，升无着，啊，升无着的时阵，其实啊，就真清楚啦，啊，拜托孙院长吼，甲蒋经国讲啦，讲互伊来做省主席安尼啦，
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啊，李登辉，吼、哦，去做副总统，啊，就蒋经国，啊，答应伊，互伊来做这个省主席，所以台湾人的三仙老公的票，吼、哦，这个社团们无算啦，就是林永港，这个李登辉、柯创焕。这三先老公阿表，吃当面算个先辈啦哈。这个是三个哈，李登辉较侪岁，过来是柯创焕，过来林文刚，哈、哦，这个、较上少年安尼哈。结果林文刚先走安尼哈，啊，林文刚饮酒的故事，哦，这个、是表面张力，大家也知影。哇，卖讲伤济啦哈，迄、哦、大家知影的代志哈。啊，柯创焕才做真久呢，啊。因为迄阵伊做甲吼，李登辉哇，这个蒋经国晚年的时阵，伊还咧做省主席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襄阳蒋经国过身去，李登辉接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柯创焕啊，哈、哦，无叮当，哦，柯创焕做省主席出甲六年，过六差不多六年过一个月啊，我历史上第二长的啦，哈、哦，第二长的。啊，柯创焕，你都大家嘛知影，伊四平八稳的人嘛，吼、哦、啊嘿啊，过来啊，林前啊，这个林前哦，就是李登辉啊，一手提拔的人啦、啊，啊，无想到这个背骨的吼、哦，李登辉遐个提遐个提拔，啊，提拔副总做副总统，哦哦，哎啊说。啊！啊！这啊啊，为着安尼宋初儒说哦，心生不满哦，伊是讲啊，你都要传落李登诶认证嘛吼、哦，啊想无想即个背骨诶吼，代志未晓做啊，做了无好啊下哦啊，到尾啊诶，说家己总统选书说甲说甲即个李登辉开除党主席。哎、欸，啊！说家己去啊，中国大陆，伫中国伫啊，你什么破冰之旅？哎呀，这个实在是台湾人的不幸啦！哦，佮啊，佮讲一句，伊是什么纯正的中国人？哈、哦，哦，笑死人啊！纯正的中国人，上好是等于中国好啦！哦，什么纯正的中国人，笑死人！啊，伊囝迄连胜文选台北市。哎，蔡公个话是啥物话？我看吼、哦，伊这个小可有问题，身体吼、哦，头壳阿达嘛吼，小可有问题，爱去检查看嘛。哦，即马真少出来啊，嘿，这连战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宋楚瑜啦，我就比如吼、哦，伊就做另外省主席吼、哦，头啊吼、哦，伊是正牌再来做省主席，你等于特别好伊，哎。啊，三叔，这中央广播秘书长，哎，三叔，哎，啊，你等会回来做省主席呢？这你等会完了哦，哎，哦，啊，伊头啊来，你看，为啥当面来加连战拢台湾人嘛？啊，那香港走一个外省的出来，哦，宋楚瑜家己嘛唔敢安尼想，伊嘛咧想讲，哇，这意外。但是吼、哦，做省主席咯，这个人厉害哦，伊也要运用这个技术，运用迄落省统筹分配权，几啊百亿第二地啊咧用，你知无？啊、哦、啊，做另外哦，这块哦，那家伙那家伙康哦，唔是好康贪污啦，我唔是讲伊贪污啦，伊是讲那家伙用啦，钱几啊百亿啦，你知无？人以前的省主席是拢八九成、九成拢分配予县市，分配一楼一成做咧分红包。欸，宋楚瑜是规个第二地啊咧分咧，啊，到尾也是拢迄照法律规定哦，财政收支法阮嘛规定是拢爱分予县市的钱咧，伊是地啊家己咧分咧，到尾也嘛是往那分予县市无唔对，但是照伊意思咧分啊，哦，所以这无同款。哦，阿姨说发现哇，这块真趣味咧。哦，诶，伊毋捌伫东兴村咧办公呢。老实讲，
啊，伊拢拄哦，迄个吴荣敏副省长咧开会，伊家己坐直升机啊，拍拍照呢，专项拍拍照呢，去建立人脉，建立这个整条啊卡吼，啊要五毛给一块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就伫册中有这个形容，我讲这个连战呐、啊，那才这一关罗斯劳斯的这个豪华吼、哦、大轿车嘞，吼、哦。啊，宋楚瑜那才塞越野车同款啊，乌白撞乌白弄哦，但是弄了啊，真厉害呢。啊，连前哦，因某我有坐直升机，所以唔敢坐直升机。因某连方以外有坐哈、啊，这新主席的故事啦哈。啊，新议会哈，当然甲尾啊哈啊变化真大啦哈。啊啊，副议长的回选啦，啊，上尾届诶结束啦，吼，啊，种种吼，啊，我拢在场嘛，啊，选安怎选邮箱做啊，啊，一票几千万，后一亿个呢，啊，一票后一亿个哈，哦，啊不，无啦，毋是一票一亿啦，一票迄阵民国69年一票千二万，买咧十间透天厝伫台中啊。买咧十间透天厝，啊，这我拢有写，啊，当然袂用写真名啦，啊，无人会甲我告啦，啊，但是这事实的，我拢有记录起来啦，吼、哦，诶，啊，其他有真侪故事啦，像讲大家咧，捌咧颜清标省议员，啊，伊讲的话，吼、哦，啊，啥物，苦较低，较袂着情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。以前省议员吼，捌省议会捌决议讲要取缔这个台湾这个台军呐、啊，台军呐、啊，我就甲省议员啊，陈明无人讲哦，恁袂用安尼啦，什么台军，你要讲取缔哦，讲编几千万要补助，我讲哪呢？人民的反弹的反哦，啊，伊想说我有影咧，咱台军来用取缔，怎啊？吼、哦，改做含公军。哦啊，平准呐、啊，哦，两行拢合理用安尼，哦，安尼，人民就会当接受。啊，无你引用法律，你要引个大军取消，啊，再菜市啊，啊，再买菜，再乌啊上边咯，袂晓算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在历史的故事，我讲真济，哦，大家只啊欣赏。多谢哦，多谢咱这王伯仁吼，王伯仁王特派然后啊，这样讲了足精彩，时间都未有啊，然后啊，但是后盖吼，这后盖端吼，咱即马吼小英讲区域治理，诶，每天嘛区域治理，诶，跨县市哦，到时候叫咱的王伯仁，大家开讲然后后一届个有这机会吼，唔是有机会，一定有这机会，后礼拜个要访问伊啊，哦，啊好，今日讲到这，谢谢啊，多谢大家哈，啊，谢谢。